晚清珍贵老照片，婉容气质出尘，醇亲王表情喜感，溥仪高冷范晚清时期的贵妇人，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庭院，对着镜头，表情略显拘谨。晚清时期的铁路护卫珍贵老照片，护卫们的服饰偏向西式，看起来亮眼极了。末代皇后婉容的珍贵老照片，气质出尘，容貌清丽，微微一笑真的很倾城。醇亲王珍贵的老照片，服饰华丽，周身贵气感十足，只是这小表情有点喜感。溥仪一身合体的西装，翘着二郎腿，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，搭配着墨镜，看起来很是高冷。晚清时期蒙古上层女性的合影，她们的服饰和发饰真心欣赏不了，个个看起来霸气外露的模样，难得一见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